中国股市暴涨暴跌，两亿散户惨淡收场。权力生变，习近平又缺席重要会议。北京观察，一山一海一桥，严密监控民众。大家好，欢迎收看中国劲闻。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依然严酷，黑龙江又有一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关进监狱，仅仅五天就被迫害致死。据明慧网报道，被害死的法轮功学员名叫任长斌，今年60岁，因为坚持真善忍的信仰，今年7月25日被佳木斯市向阳区法院非法判刑3年，9月23日被关入双鸭山监狱，9月28日被迫害致死。双鸭山监狱是黑龙江省集中强制男法轮功学员放弃信仰的集训地，迫害手段非常残酷。任长斌被非法关进去短短5天就惨遭虐杀。事后家属在殡仪馆见到遗体，发现任长斌头部有缝过针的伤口，眼部青紫，身体有多处淤青，脚上也有伤。中国科技公司华为偷偷通过秘密管道绕过美国的制裁进口美国芯片，日前被美国媒体曝光。10月16日，美国众议院与中共战略竞争特别委员会的两党议员联名致信商务部长吉娜·雷蒙多，要求商务部对华为的秘密芯片网络采取行动，限制华为透过秘密供应商取得美国芯片，以应对华为带来的国安威胁。信中说，华为一直在利用彭新旭、生维旭、青岛新恩等不在美国制裁实体名单上的公司，规避美国商务部施加的芯片进口限制，购买美国芯片和半导体制造设备。议员们说，商务部采取行动限制美国生产的半导体制造设备流入华为的秘密半导体公司网络，将向中共和华为发出一个重要的信号，表明美国将采取适当行动，防止中共利用美国技术助长其有问题的技术野心。接下来请您收看时事见闻。近期中国股市剧烈波动，两亿散户投资者闯入了所谓的牛市。许多年轻人因听信了媒体宣传鼓动卖房贷款冲进股市，结果股市暴跌，被打了个措手不及，仓促撤退。我被套了，我现在亏了10几万了，我现在3年的工资，我的个妈呀，我3年的工资快没有了。10月17号，大陆老股民告诉新唐人记者，众多年轻人相信当局的利好政策可以拉动股市，再加上媒体的宣传，他们甚至借钱买股票，结果股市暴跌，股民亏损惨重。现在经济是奇差无比，很多上市公司年年亏损不挣钱，靠关于上市之后卖股票，目的就是圈钱。媒体一呼牛市来了，不论他出什么利好，本质就是吸引你来玩，人家拍拍屁股走人了，散户被套不就亏钱了吗？自9月24号中共央行出台多项救市政策后， A 股连日飙涨，沪指从2750点左右一路冲上3200点，在5天交易内上涨25%。两亿散户投资者大军闯入牛市，中国储蓄开始大规模投入股市。根据问的数据，9月24号至27号，短短4天 ，A 股总市值增加了约10万亿。如果平均分摊到每位股民头上，每个人差不多赚了4.7万。但 A 股经历连续6个交易日的大涨后，10月9号开始暴跌，许多新股民损失惨重，叫苦连天。3天。亏了30个，3天已经亏掉了20万了，我不太想炒股了。不是说牛市吗？牛市吗？牛在哪儿呢？我进来就亏钱。我8号国庆假期之后啊，我想买都买不上，全他妈涨停。我一想，我靠，这涨几天不就翻倍了吗？然后我就放60万进来干，结果第二天全他妈跌停。数百万新股民听信所谓的牛市来了，跑步入市的同时，9月24号至10月11号，172家上市公司发布减持公告，大量资金从股市撤出，导致散户损失惨重。27号之前牛来了，我5-6层仓位；30号跟8号牛疯了，我全仓；现在牛嘎了，我跟他一起嘎了。前券商首席经济学家李大霄透露，中国股票市场上拥有2.1亿散户投资者， A 股就是靠这些散户一分一毛建立起来的市场。
中国股市它不是为了散户赚钱的，中国股市的设定的一些功能就是为了上市这些企业进行融资，这个融资你可以认为它是借钱，也可以是说把那个股市里边那些散户中小投资者的钱就是弄过去之后变成了他们做股东，说白了就是怎么去把他们钱搞过来，说实话这种中国股市设定的一个原则。美国经济学者黄大卫指出，所以中国股市经常是熊市比较长，牛市比较短。史上最短的牛市，我用人话告诉大家，这一波股市啊，甚至不需要操盘，直接呢节前来一波拉升，然后自媒体大量的宣传，给股民韭菜7天的时间来抽钱，节后呢2天时间全部带走，厉不厉害？股市暴跌，股民被打了个措手不及，仓促撤退。10月9号 ，A 股创下2020年以来最大单日跌幅的当天，“销户”一词在微信里出现了5600万次。同时，中国工商银行编制的一项指数显示，资金很快从股市交易账户回流储蓄账户。股市里面不是一般人能玩的。该走的就走，我马上都不玩了，退出这个市场了，安心的去创业。这股市里面太耗精力了，我有这么多精力，我还不去做点实业赚钱更快。股市里面你想赚他们的钱太难了。多名老股民劝散户赶快撤退，不要相信政府推动的人造牛市。资本它是无情的，市场大环境不好，经济也不好，70%-80%的行业都不行，公司的效益差得不得了。股市一涨，现在很多上市公司的股东高管开始减持不套现，股市里面几十万亿的套牢盘还多得不得了的，炒股都是亏钱的，我建议普通人别炒股，风险太大了。我就是个小散户，跟股市吧待了很多年了，活下来了。在股市里赚钱基本上很难很难的，就是你没个十几年的股市的摸爬滚打，你要说我搁里头能挣钱，甚至你说保本那都很难。所以说呢，还是一句话，能不做尽可量不亏少亏，能退出的就别在里咕噜了，我都服服的了。有专家指出，中共拉动这一轮牛市就是套取老百姓的存款，为大股东们出货解套。中共军方最近召开全军会议，身为军委主席的习近平却缺席了，跑去了福建东山县考察调研。尽管那里和台湾隔海相望，但他却没有释放对台湾强硬的信息。评论认为，多种迹象显示习近平的权力可能已经受到了限制。10月14至15日，中共在北京召开全军军事理论工作会议。党媒报道称，出席会议并讲话的是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而作为军委主席的习近平只是发了所谓的重要指示，但是并没有出席会议。从参会的人员构成来看，级别是已经很高了。我去看了一下中共军委的历次的军事理论现代化工作会议的情况，发现这是习近平执政10多年来第一次召开，所以这个重要性是不言而喻了。但是做出重要指示的习近平却缺席了。缺席这么重要的会议，习近平干什么去了呢？他在14日参加了吴邦国的火化仪式，15日抵达福建省东山县考察调研。东山岛和台湾隔海相望，1953年国共曾在此一战，一天前东部战区又高调地进行了围台军演。但党媒对习近平此行的报道只字不提台湾，而是称他去了几个文化历史景点和单位。旅美时事评论员唐静元分析，习近平这次去东山岛考察并非释放对台湾强硬的信号，相反是在削弱这种信号。因为习近平到东山岛去考察，他没有提到任何一句和台湾、和统一、和打仗或者是跟军事相关的话题。就在福建其实就有军事基地，如果说习近平他要释放一种强硬的信号，他应当去视察这个军事基地的，但是他都没有去。他到了东山岛去考察，都是有关什么文化啦、什么历史传承，还有就是民生经济啊，都是这些方面。所以其实这个严格说，对台湾所释放是一种削弱的信号。而张又侠在全军会议上的讲话也与往常不同。往常在军方会议上，张又侠几乎都会强调坚持习近平的强军思想和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然而这次张又侠只是提到要学习贯彻习的所谓重要指示，没有再提强军思想和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三中全会之后，关于习近平受到中共元老压制、权力被削弱、军权落在张又侠手中的传言四起。
另一迹象是习近平15日向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2024年度颁奖晚宴致贺信，他在信中表示愿意同美国做伙伴做朋友，这与他往常对美国的强硬口吻不同。这个信号其实和我们看到习近平在近期已经出现了权力受到明显的削弱，受到了很大的限制，其实释放的信号是一致的。在这种背景之下，如果说习近平的权力受到了限制，那么中共高层很有可能在中美关系上，在俄乌战争问题上面，在台海问题上面，可能都会出现一些重大的变化。这个是我们看到为什么习近平他突然出来说要对美国这边表示友好，要继续做朋友，同时呢，他避开了去会见俄罗斯国防部长的来访。俄罗斯国防部长安德烈·别洛乌索夫访华，15日会见他的又是张又侠。习近平作为军委主席，同时呢，也是跟普京达成事实上联盟的背景之下，他居然没有接见俄罗斯的国防部长，他直接反而去了福建这么一个地方去考察经济。所以这种现象呢，本身就说明中共在对待俄罗斯的一些政策上面开始发生改变。在台海问题上削弱强硬信号，对美国显示友好，以及避开俄罗斯防长，唐靖远认为这三大关系都开始出现一些转向和变化，从另一个角度显示出习近平的权力可能已经受到限制了。而除了主持重要军方会议，会见俄罗斯防长，张又侠不久前还会晤了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这是八年来美国国家安全顾问首次会见中共军委副主席。曾披露习近平在北戴河会议受元老斥责的日经亚洲社论撰稿人中泽克二九月曾撰文分析，张又侠将军会见沙利文时罕见露出灿烂的笑容，令人惊讶，明显暗示了中共在军事外交和国内政治局势上的重大变化。北京观察，一山一海一桥，严密监控民众。澳洲华裔 James 陈从小生活在北京，后来随父母移民到了澳洲。前不久他回到北京生活了一段时间，看到种种乱象不禁感叹，北京是中国的一张脸，脸都变成这样了，更何况其他的地方。澳洲华裔 James 陈前不久因私回国，在北京生活了一段时间。他说，回国最大的感受就是北京对百姓监控很严，重要道路尤其是天安门附近天天管制，几乎每两三公里就有警察敲车窗查 ID。 而且北京现在还有一个点，公安内部叫一山一海一桥。什么叫一山一海一桥呢？玉泉山、中南海、四通桥。为什么叫这个一山一海一桥呢？因为玉泉山呢，全是这个中央政治局领导居住的，包括北京的老百姓走那儿的时候都要查 ID， 而且24小时的全是便衣。一海呢是中南海，那就不用说了，中国最核心的地方全都是便衣。一桥呢叫北京市海淀区四通桥。要吃饭，要旅游，要选票，罢课罢工罢免无产阶级全民。四通桥因中共二十大前夕的一起抗议行动而举世闻名，当时抗议者彭立发在四通桥上挂出横幅，写着不要核酸要吃饭，不要封锁要自由，不要领袖要选票，不做奴才做公民等。这些口号被一个月后席卷全国的白纸运动沿用，最终中共不得不放弃了极端清零政策。这么一个英雄，这个人到现在不知道给弄到哪里去了。这个桥呢，到现在为止，四个角分别有两个派出所，大概每天24小时有几辆依维柯警车和福特的警车在那儿等着，旁边全是便衣。从2021年到现在，一直是这样。而且北京市一共有上千所立交桥和上千所天桥，每一个桥上都安插一至两个人，24小时值守，三班倒，每8个小时一班人。每个人300块钱，还包饭，还送盒饭，这是对纳税人的一种极大的浪费。北京的安保为什么要做到这种程度？这又折射出什么样的社会现实呢？现在呢，老百姓都说了，五星红旗。什么是五星红旗？5颗星星，只有在夜里才能见到星星。
所以说大家还是希望有阳光的地方，像中华民国国旗一样，有阳光的地方才有老百姓。老百姓是什么？是政府的天，是政府的父亲母亲。现在政府把这个老百姓都挤压到底下，老百姓怨声载道，但是到哪儿敢说话吗？陈先生透露，目前北京民生凋敝，餐馆非常萧条，商场没有人逛，出租车都没什么人坐，多省公务员都在降薪，地方政府也没钱了。现在北京市所有的公务员都在降薪，降在20%，企事业单位包括医院都在降薪。像今年我走访了一下北京的一些周围的省份，我去问了他们的公务员，他们说了连去年的工资都没有发。东北三省我都去了，东北三省河南、河北、山东去年的工资都没有发。而且呢，北京这个周围的这个河北的这些县地县级市，现在政府啊去干点什么事儿，比如说修路啊，都是招投标，可以来吧，你修吧，修完了之后没有钱，直接给你盖一个政府公章，分20年还给你，现在都达到这个程度。与生活质量下降形成对比的是，社会的戾气在上升，民众普遍仇富，因为小事频繁发生争吵、恶性互害事件，而且年轻人也对未来失去了信心。有的人家里边就是说白了吧，砸锅卖铁让这个大学生来上学，结果大学生到了这北京之后，上完学之后发现上完学也没有希望。像我认识一个小孩子，他们家就是高官，应该是副部级的，他毕了业就可以去一些政府单位去上班，但是同样是老百姓的孩子，硕士毕业了，到现在就是找不着工作，已经找了很久了。这个是什么？这个就是腐败。每一个年轻人现在都没有信心，而且像现在90后在中国都是什么？我挣多少钱，我花多少钱，花完了以后爱怎么样怎么样嘛。陈先生这次回国还发现官员普遍懒政，警察等执法人员和黑社会勾结，医院坑患者的钱，器官移植来源不明等等乱象。他感慨，北京是全中国的一张脸，脸都这样了，何况脚底板等其他看不见的地方该有多恶劣。下面我们来关注中国大陆各地民众维权的情况。去年在辽国被中共跨境抓捕的拆墙运动发起人乔欣欣，本名杨泽伟，近期被湖南当局一审秘密判决5年有期徒刑，目前已经被送往湖南赤山监狱服刑。他的家人表示，他们没有收到案件开庭的通知，只收到一份邮寄的法院判决书。湖南省镇雄县家庭教会唐方聚会点10月15号在为十几位新基督徒施洗时，遭到当地几十位警察和政府部门工作人员的联合冲击，在场的几十位基督徒全部被带到派出所，其中包括基督徒常浩以及从湖南过来的牧师曹三强。当晚其他人都被释放，只有常浩被行政拘留12天。广州市白云区谭村拆迁，政府在没有正式批文公告的情况下，私自强拆了村里的集体物业，并试图拆村民的居住用房，引发村民不满。10月16号，大批村民前往村委会维权抗议。河南省洛阳市中级法院违法安装信号屏蔽器，致使多名律师出现头疼、眩晕、心脏不适等症状。律师认为，法院涉嫌扰乱无线电通讯管理秩序罪。10月13号，9名律师一起报警，要求追究洛阳中院的刑事和民事责任。但警察到场后，法院拒绝警察进入，而办案警察事后也拒绝立案。律师们表示会继续向上级部门控告。素有中国外贸风向标之称的广交会在广州开幕，预计11月4日结束。本届广交会吸引到来自203个国家的25万家境外采购商与会，人数创下历史新高。不过，参与“一带一路”构想的相关国家占了75.7%，而欧美国家只占到12.5%。第136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于10月15号在广州开幕。参展企业超过30000家，参加商谈的海外买家共有来自约203个国家和地区的125000人，其中参与“一带一路”构想的相关国家占75.7%，而美欧仅占12.5%。从广交会的订单，大概可以约略看出当年度的，或是说未来订单的走向。那
后我觉得这几年其实有个非常明显的特征，就是欧美的订单少，那紧接而来的是包括说像非洲啦、东盟啦，或者说其他跟中国有一带一路的国家是比较多。那是可见中国是在进行一个所谓的出口在转变它的内涵的部分。那我觉得这个当然对中国来说并不是好事啦，因为你出口到欧美的可能是比较高单价，所以我觉得这个当然对中国整体外贸数字会有影响，会有变化。每年春夏各举办一次的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又称为广交会。根据中共官媒报道，这届的广交会也改变参展企业的标准，即使出口业绩不足，但若获得在数字或脱碳等技术领域具有较强技术实力的认定，也可以参展。于是本次线下参展企业比上届新增800家，大约4600家企业是首次参展。因为数字不好，他们只能找借口来粉饰太平。那因为采购往往就是一个产业的发展的先行指标嘛。因为比如说我要扩产，或是我对未来看好，说我当然就增加库存，要么就增加我的生产设备。那这些部分目前看起来都是缩手的一个局面。所以当然，如果你用这些所谓领先指标去看的话，中国的经济当然是还没有好转的理由了。根据现场参展商透露，今年的采购商发达国家少，发展中国家不少，且对价格敏感。中国整个这些世界工厂当年的设立建立，就是冲着要去占领这些或进入这些欧美市场，同时呢，它可以挣到美元外汇的硬通货。而现在呢，这部分最主力的、最优质的客户呢，客源都失去了。最近好像是被对俄罗斯和其他亚非拉国家的出口呢所替代。对于俄罗斯的出口增加，一定程度上是因为欧美对俄罗斯制裁。近几年，西方国家对中国大量出口廉价产品的通缩出口保持警惕。美国之音报道，秋季广交会热闹场面难掩中国经济疲软。美国资讯与策略研究所经济学者李恒清则指出，从美国市场的零售端也可看出，中国贸易正经历供应链重组的转变。根据九月底公布的财新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49.3，不仅重回荣枯线以下，也创下去年八月以来的新低。而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九月制造业 PMI 则为49.8，虽是五月以来的新高，但也是连续五个月处于收缩区间。过去可能是经济成长好，然后带动民众所得增加，再回来增进消费成长，形成一个正循环。我觉得至少你要有出口好，然后房地产才有好转的可能。出口都一直不好的话，房地产其实是也不会好的。广交会看来现在是像王小二过年一样，是一年不如一年了。对这个 PMI 的趋势呢，实际上也正是产业链离开中国，世界工厂开始关闭，整个经济活动下降的一个反应。内需是没有办法的，因为世界工厂的转移，失业率上升，尤其年轻人失业率上升，老百姓把钱都存在储蓄里边了，他不会去投资，也不会消费，他说内需没有办法增长。而投资呢，现在谁还敢再投资呢？房地产这么过剩，基础建设从高铁到高速公路到机场都在过剩，谁还敢继续往里浪费呢？美国南莱纳大学艾肯商学院教授谢田认为，中国的出口结构不再优化，而国内内需持续疲软，再加上房地产危机、股市危机，这个趋势还会继续下去，经济衰退恐怕还会持续一段时间。中国经济下行，人们或找不到工作，或待遇越来越差，他们声明退出中共组织，来看他们的声明。云南昆明的青青说，工作难找，待遇不佳，靠口才营销，生存压力好大。今天听到真相，才知道那么多真实都被隐藏，经济情况使我很震惊。即日起退出中共的团队邪恶组织，争取做个干净的生命。胡兆云声明三退说，打工好累，弱势群体无法躺平，被资本家割韭菜，00后被逼不再结婚和繁衍后代，房价暴跌，工人被迫加班，打工人离职就被拖欠，合法权益不被执行保护，医院不是治病，是要钱还要命。好的，观众朋友，我们这期的中国新闻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